他的名字叫厄玛努尔，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我们越接近圣诞节，我们的心情应该是越快乐，越感觉幸福。就像今天的读经一，我们将听从雅各书里面，就会听到，好像是一个人，他来到他所爱的一个人站在门口，就从外面就是渴望的，爱人啊，我说爱的啊，你起来吧，你出来吧，来看看在外面这里有多么漂亮，多么的美，看到这些树啊，听听这些的鸟的声音啊，请你出来，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心情，是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棒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耶稣基督已经站在我们门前，我们应该喜乐的把我们的门，我们的心门打开，我们要迎接他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请大家祈祷。上主求你仁慈地俯听你子民的祈祷，使我们因你唯一圣子的降凡而欢欣踊跃，日后当他在光荣威严中再度来临时，使我们获得永恒的永生的赏报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雅歌。听，这是我爱人的声音，看，他来了，跳过山岗，越过丘陵。我的爱人仿佛羚羊，宛如小鹿。你看，他已站在我们的墙后，由窗口向里探视，从窗棂向内窥望。我的爱人招呼我说，起来，亲爱的，快来我的家里。你看，严冬已过，雨季停止，已经远去，田里的花开了，欢唱的时候到了，在我们的田野间已可听到斑鸠的叫声，无花果树结了出果，葡萄树也开花，发出芳香。起来，我的爱人，快来我的家里。你像鸽子藏在岩石缝中，躲在悬崖的洞中，让我看看你的容貌，听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媚，你的容貌美丽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一人，请向上主踊跃欢呼，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。一人，请向上主踊跃欢呼，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。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，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，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，在欢呼声中
弹琴奏乐。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，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。上主的计划永恒不变，他的心中的谋略万代长存。尊上主为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，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。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，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。我们的灵魂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救助和宝藏，因为我们的心灵将因他而欢腾，我们寄望于他的圣名。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，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厄玛努尔，我们的君王及立法者，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请来救援我们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玛利亚就在那几天起身，急忙往犹太山地的一座城去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就向丽莎问安。丽莎一听见玛利亚问安，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。丽莎也充满了圣神，高声对玛利亚说：“你在女子中是蒙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。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，这是我从哪里得来的福气呢？你看，你问安的声音一进我的耳朵，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。那信了由上主传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女子是有福的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主平安。很久以前，应该还是修士的时候，就听到有一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，我想可能有一些你们一些人听过。是在一个主日，礼拜天。那礼拜天是每一个人就要上教堂去参加弥撒或是祈祷。但是呢，其中的教友，主日早上他就提了他的那个高尔夫球的用具球具就往高尔夫球场。那他走到高尔夫球场的时候，耶稣在天上跟天使们也一起看着，哦，看着这个人，哦，这个不乖哦，他没有往教堂，他往高尔夫球场。天使在耶稣身边就跟耶稣讲：“耶稣，耶稣，你看哦，看这个人哦，他没有往教堂去哦，他去打高尔夫球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放心，等下我会惩罚他的。等下我会惩罚他的。”好，他就去了。到了高尔夫球场，他就开始在那边准备他的球啊，他的球杆啊，他就开始一打，砰，一杆进洞，
请客，就是要请客了，一干尽动，这个是这么大的喜乐，他的一辈子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这一次一干尽动要请客了。就是在那时候，天使们就看到耶稣，耶稣，你看了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惩罚他吗？你看他现在呀，一干尽动，你怎么惩罚他呢？耶稣就说：“你们等等，你们等等，你们不要太大声了。等一下我们就看看他的心迹会是怎么样。”他一看到了球，一干尽动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乐，就是跳了跳了，就跑到那边去拿球，一半拿球一半跳舞。有人想说：“哎呦，这个的喜乐，我一定要去跟别人去分享，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吃个饭。”以后他就想：“哎，今天是主日耶，今天是礼拜天耶，如果我跟别人讲的话，那别人就会知道我今天没有上教堂，那我怎么办呢？”以后呢，就这个的喜乐呀，本来是一个喜乐的，但现在呢，就变成很痛苦、懊恼、懊悔。我怎么样的？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如果今天乖乖的去参加弥撒，弥撒结束了以后呢，来这边打高尔夫球，一干尽动，我就应该可以请我的好朋友们跟我一起庆祝。这么大的福，但是无法与别人分享，就变成很大的祸。好，在今天的福音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玛利亚。玛利亚昨天我所听到的，她得到了天主透过天使给她的福。你是蒙祝福的，她所得到的是一个福。那这个的福呢，不是什么人给她的，不是她的邻居在拿着了给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礼物，是天主给她的，天主给她这样的福，这么大的那个喜乐。他得到了这个喜乐，他也知道了他的表姐也得到了天主所给他的福，天主降福了这个家庭，他有这么大的喜乐，那边也是一样的，这个的喜乐，这个的福气都要分享。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圣人，圣多马斯就跟我们讲，他说分享的幸福是加倍的幸福，分享的幸福是加倍的幸福。你有这个福，你有得到了一些，你去跟别人分享，别人也是一样的很开心的，开心的不只是你一个人，感觉幸福的不再只有你一个人，是加倍的，因为其他的人也加入了这个的福的气氛当中。所以玛利亚她得到了这个福，她也去分享，他分享他所得到的福，也一样的去分享丽莎所得到的福，因为是这样的，他们的福真的是加倍，他们是非常喜乐开心的。结果因为他们彼此分享，结果的是什么？是明天我们要听到的，两个人一起唱诗歌，一起赞颂赞美天主，他们的福不再只是他们两个加倍，甚至天上也是分享到了他们的福气。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每天我们有得到可能是一点点的福，我们把这些影响起来，这个是我自己要享受的，我们忘记了别人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也应该把这个的福气与别人分享。我们相信我们小小的动作的福气的分享，幸福的分享，会得到更大的加倍的幸福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
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予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予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亲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大卫之友的救降临，打开我从天上降临，安排我中登天路程，断绝人间多种无尽欢喜。